什么？他为什么整个颠倒了？回去。你会英文的是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整个颠倒？他整个翻译都故障了。这个应该才对啊。这个才是肯定的英文的点。超好笑。所以中国人都是乱翻译，他就会吃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不要用中文，这样会中文随便。那你直接跟这个人。好便宜。